郭总要来，他要来啊！让他要来，他怎么说？我给他发个地址，他直接回来两个字，来了。哎，姚晨钓到鱼了！来，快快快，快给我拍照！心情，姚晨，什么心情？就我本来是想换起来看一下有鱼饵没有啊，结果就上钩了。哇哦！今天它是油炸。哦哟，活蹦乱跳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可以啊，这个差不多一样大的，比这个还更小一点。有点土哈。哎呀，你没办，越掰越痛，跟你说。来，给你了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哦吼，赵磊钓上来了。这条鱼最白的，最白最白最嫩啊！最白的，哇、啊！这落日配小鱼，小鱼啊！耶、yeah ！一人一条，先回去有鲫鱼汤喝了啊！你别勾到我了，没有没有勾子，成功了！我叫舅舅，好厉害哦！现在天马上要黑了，那个姚晨跟郝总再扔两杆，没钓着，我们就回去了。最后就钓了三条，今天晚上让阿姨做个鱼汤。